你敢袂当先甲我讲一下，后面入来的这两个人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唔知影大嫂安排的这个桥遮尔啊闹热，你莫甲我讲，因是来做观众，也是要来甲我加油的哦。因两个看起来都无亲像临时演员呐、啊，而且我看因拢是实在，连爸妈都晓得啊，这下真正麻烦啊。哎呀，不要去啊！迄白头毛啊，白是啥嘛？伊看起来敢那足有分量的，为着要救你哦，伊安尼指挥来指挥去，在场所有清醒的人，拢由在伊话起话多，伊敢那是要甲你切尻川的款。敢讲，伊甲这件代志毛关系？伊是大嫂还是你的谁啊？我真正足好奇，拜托你甲我讲好。那安尼，我著甲影片截图，摕去问安静爸爸妈妈好啊。这甲你一点关系拢无。我想哎，你敢要归去？直接讲清楚你的目的是啥？莫来只等我时间浪费时间。哎呦，我是真正就想要知影的。我若加转一个弯，会当予你加偌大个压力？我加坐一个角，我会当。可以赚偌济钱？你卖两头金棍，两头白骨，我是会打的。吼、哦，表情拢变啊，看起来压力有变较大哦。哎，我搁加码一个好啊，我会当搁把这个影片摕去予专业的唇语专家解读一下。那安尼哦，内面的人讲什么话，我就会当一清二楚。你感觉啥款？好啦，我卖跟你啰嗦啦。一口价2000万，1000万我要摕去行债，另外1000万呢，就是你给我用脱臼的医药费和精神赔偿。不要去，你就较合适哩。2000万给我。安尼，这影片哦，就是你的啊！啊，其他迄个备份哦，我会通通删掉，你放心啦。我明明看到伊来这间咖啡厅，伊是甲什么人见面啊？啊，搁有啦，这影片背后的什么故事，我拢袂过去学啊，啥款？敢是听到胡雪岩声呢？2000万，你敢发狮子大开口？你看你这2000万，哎，退来了。哦，你卡手足紧的呢，我拢闪袂离，卡手袂歹哦。胡秀安，你给我干屁屁！啊，你老文妖哥，火拢烧白白啊，你讲唔怕火？你现在跟我虚张声势是啥物路用啦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已经脱只卡，无咧惊你这穿鞋啦。你若无照我讲的做，我就把影片摕去给阿爸阿母看，让因家己编故事。我即马已经走投无路啊啦，要死之前哦，做一点仔好事嘛袂歹啊。我至少爱让安杰知影，设计这个局要害伊的主谋甲共犯，拢是啥？我不准伤害安杰，要告安杰知影遐个真相。就来请我买，这敢不是二哥的声？阿姨哪会这样生气啊？伊敢是咧甲胡秀安冤家？伊甲秀安也无定答，两个人哪会冤起来啦？我哪有伤害安琪啦？我是要帮助伊了解真相，让伊知影因家根本就是龙潭虎穴，内面哦有人对伊不安好心。阿哥有啦，
伊同学的二哥对伊嘛是心怀鬼胎。胡秀恩是要白讲啥？什么真相？什么二哥心怀鬼胎？二哥敢是有阮某仔什么甲有关系秘密？大，你们俩有白讲啊？我不安静都白活，哪可能相爱伊？安静做你不可能相信讲话。林亚萍，你要安怎解释？你莫叫是讲你给我吓惊，我就真正会惊啦。我来之前哦，我拢已经安排好这亚萍要安怎处理啊。我若是无平安回去，我的云端备份系统就会自动把亚萍放送出去，还好我设定好的啦。除了我熟悉一个记者，当然还有罗家的搭档者，还有安杰本人。胡秀恩，你是安怎是来找我二哥讲这个代志？无你讲，我会当找谁讲？我看来看去哦，就是感觉我二哥上客观，我们再来找伊。所以你确定这个外人真正是阮大嫂？我哪有可能认唔着人？迄药嘛是伊摕我的啊！伊甲我讲，只要甲你放好倒，伊就有把握咱两个当开花结果。歹势啦，我是因为真正足介意，一开始才糊涂答应。我所明明答应过我，还甲我和平相处的，刚讲的只是嘴讲讲的尔，其实。伊在找机会，想要陷害我。安姐，我嘛想不通呢。阿嫂哪能对待你啊？你到底跟阿嫂有什么恩怨？有什么冤仇？阿嫂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你？我甲伊哪有什么冤仇啦？胡秀恩，你讲是大嫂指使你带我下药啊？这是最严重的指控，你敢有证据？你拄则不是讲有啥物鸦片？你是不是有拄好迄条线？啊？鸦片敢是伫个电脑内底？安姐，安姐，你个冷静个，不敢去看鸦片，你需要真大个打击。我袂看。安姐，真正是大嫂，世界外人真正是伊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？王安姐，别哭啊！我知你今仔醒来，一定真艰苦。我来大嫂，你还怨恨我？即马你应该会当相信我吼。多谢你最后良心发现，不过大嫂迄边，我爱家己找伊问好清楚。安姐，你敢唔承认啊？无做的代志是要承认啥？文瑶，哪会变成胡秀恩？
话同我讲啊，你哪会当这么恶毒？做头到尾，你根本无打算把心思放到去阮哥的身上，你只是在骗我。你为着要让我信任你，对你无防备，因为迄暗你无成功把我的亲爸毁掉。你为着要让我赶紧嫁出去，莫想为你甲二哥的阻碍，你开始打算继续找机会对我出手啊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你已经对你足客气啊！啊，若无我早就把相片摕去警察局报案，让你这个蛇蝎女直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到底是知影偌济？竟然迄天的过程有人偷翕下来，那安尼罗安杰敢有看你干爹？你袂用爱凭一张相片就要甲我定罪？我吴金玉毋是迄款有才人不好的人，一定是有心人挑过要陷害我的。我问你，这倒位来？这是胡秀安给我的，二哥嘛伫咧现场，伊嘛会当证明。阮爷嘛伫咧现场。因为胡迅安受到你的威胁，偷偷把房间内底的过程录起，然后伊良心不安去甲二哥坦白，影片录甲清清楚楚，连二哥都唔敢相信你竟然对我做出这款代志。文瑶到底是变身棒啊？根本是因为胡迅安偷录的影片内底，真正有去录到干爹甲千影，所以伊唔只系行这保险计。要牺牲我来保全干爹因，也袂用的，也袂到文瑶讨好进前，我袂用的谈家跟罗安姐去相推。这件代志你变阿想拢有在你啦，也唔过我无时间直接跟你聊，因为我有更加重要的代志要去处理。是讲我有话想打进前，除非你有更加明确的证据，啊那无。这条罪我是不可能担的。你给我讲清楚哦。走啦！吴金元，你慢走。吴金元，吴金元，你慢走，你慢走，你无交代清楚，你不准离开。啊，那无我就把相片摕去哥跟爸妈的面头前，搁叫吴轩做迄个，看你安怎辩解。我拄则敢毋是甲你讲到最清楚的，除非你有搁较明确的证据，会当证明胡宣安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啊，若无，就算阮咧请玉皇大帝下凡，也是请包青天来断案，我拢无可能承认的。你就真正这么爱阮二哥，因为爱伊袂着，就是要甲我毁掉。你真有够奇怪呢。唔管是好我甲你讲，还是同个甲你讲，你拢坚持要这样做。好啦，那嘿。放心，我不是想要对你安怎，只是见过你。也不过，你若真正搁回来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马上紧，多谢。进，大少爷，老伙仔。